你自己身体状态都还好吗？啊，我会撑住，我会撑住。哦，好 ，OK。谢谢大家关心。太瘦了啦。还要努力吃啦，有。安慰宽姐，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谢谢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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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小心，身体也都还可以吗？小心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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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慰宽姐，叫她节哀喽。那这会回来台湾多久啊？会这几天吧。谢谢大家关心，谢谢大家关心。那你自己身体状态都还好吗？我会撑住，会撑住。哦，好 ，OK。谢谢大家关心。太瘦了呢。要努力吃啦，有。但是因为工作量、运动量实在太大，吃都来不及补。但会，我很重视健康的。要多吃一点。好，我拿过。你们真的小心点，注意安全。不好意思，让你这样跑。就跟秋妈妈讲，要保佑阿宽啊，然后要他平安啊、健康啊，要乖乖听话，听医生的话，因为阿宽有太多东西要亲口的，都不听我们这些朋友就讲。交代妈妈一定要每天，比如说每天在梦里下班，不可以再乱吃东西，要好好的爱身体。宽姐的身体状况看起来还好，还好很好。宽姐刚刚是不是也是非常重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讲，就妈妈也解脱了，然后也都不再受煎熬，因为她已经差不多了。对谢谢，谢谢你们很辛苦。刚刚宽姐还在担心你们有没有吃有没有喝，然后一直在想说帮你们叫便当，后来又怕你们没有地方坐，她要我转达这个，就是谢谢，谢谢。